爱的陈以秀，还有我们最喜欢的这是陈丽乐团，好好听哦。谢谢，你的作品，这个都是创作，对，这是最新的这个合集当中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OK， 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的呢？我们还没有发，但我们有在计划，准备要曝光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家可能在现场的都是先听为快的，没错，没错。你们现在有就是固定的发表作品或者是说演唱的地方吗？其实我们主要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台北，是，对，希望今天为了台中的朋友们一定要下来，好，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这里场地不输给台北或者春娜吧，没错，没错。这个宇秀刚才有说，就是这是第一次站上我们这个非常偌大的一个舞台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难得的机会，大家除了认识主唱，因为乐团一般大家都会先注意到主唱嘛，我觉得在后面那个轻轻缓缓的也很重要，对他们也很重要，我来分别介绍一下哈。我们先来介绍姓陈的是吗？好，首先这位是我们的团长，哦，焦啊，耶，焦啊，陈团长，你写了一个焦啊，焦啊是因为很瘦吗？对，吃胖一点以后就不能叫焦啊。我可以讲为什么你要叫焦啊吗？为什么？腿吧，腿比较细吧。对，你跟他比一下好了，苏兄，就是有我的腿一定比他细，差不多。哦，等于焦啊咖。团长，对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吉他手阿达，阿达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最后啊，最后我觉得当鼓手的话，对不对？对，鼓手的有没有觉得比较寂寞一点啊？会吗？你会寂寞吗？在后面自得其乐吧。因为每次都要就是被人家排在最后的位置啊，还好还好。然后前面那啊，然后他后面落寞的轻轻拐拐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没有？还好是不是？鼓手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做鼓侠。他叫古侠，对，哦，叫自己古侠是不是？那我们真厉害，来啊，快两快两下，听听看啊，来来，快两下 ，solo 一下 ，solo 一下。哎，就这样，现在就结束了，就这样了，这样叫古侠，保持实力，到 OK， 侠。来，古香，然后再来这一位呢？他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吉他手，是姓陈的，是，然后但是成绩好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他比较忙一点。没有，我正想亏他，还有人自己叫自己成绩好哎。对啊，他就是因为小时候功课不好，所以改名就叫自己成绩好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改名下次叫朱美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所以这位是他叫做王一中耶。好，哎，你姓王的。姓王的不可以加入成立乐团哦，也是可以的，对对对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来来来。其实今天呢，这个宇秀从台北远道而来，是一共要带来几首歌曲？我们今天会带来七首歌曲。七首，太棒了！所以可以一路唱下去吗？可以，可以唱到晚上那个九点吗？对。哇，那么出生。超偶的舞台，然后呢，本来一手是拿猫猫狗狗宠物的这个手术刀，很久没有持刀了哈，很久，不要的，不要再晒，不要再做这件事情。不过现在我们的乐器立马叫这个 C N 哎，你要介绍你手中这个呢，这个叫什么？是身兼多职哦，这个叫做口风琴，对，口风琴，这就叫口风琴，对，那这个叫 keyboard， 钢琴。那你今天待会儿还会有其他的什么？漂亮的乐器跟大家分享，还要转两圈啊，跳过去之类的吗？还有美好的歌声，对不对？还有我的歌声，对。这样能省钱哦，少了一个团员哦。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有七首歌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五首作品可以欣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丽乐团，谢谢。陈丽秀。